你租个屋需要维修嘛？唔论你俾几多屋租，你租个屋有几旧，或者你搬入嚟之前系乜嘢样？如果你租个屋需要维修，屋主必须进行维修，呢个系法律规定嘅。屋主必须确保你租个屋保养妥当。作为一个租客，你有责任通知屋主任何损坏或者需要维修嘅嘢。在你等緊维修的时候不要停止交租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屋主可能会试图驱逐你。如果不是紧急维修，屋主有14日的时间来修复它。但如果是紧急维修，屋主需要尽快地将它修复。如果维修没有得到尽快的处理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你最佳的选择是向 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VCAT 提出申请。VCAT 可以帮助你解决这种情况，并应该在两个工作日内听取你的申请。要了解更多有关维修的信息，请访问维多利亚租户联盟的网站。紧急或非紧急，你都有权要求维修。